1929年，冰心和丈夫吴文藻以及母亲杨福慈共同拍摄了一张罕见的合影。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他们一家人的幸福时光，更是见证了冰心与吴文藻浪漫初婚的美好瞬间。从镜头中裸问可以看到，吴文藻是一位西装革履、戴着眼镜的儒雅男士，是冰心新婚生活的凉拌。他的出现无疑为冰心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温暖。而冰心身着长衫，看起来同样非常有气质。他那时的笑容仿佛预示着他即将开启一段美好的婚姻生活，沉浸在新婚的喜悦当中。